文章像川普的这些政策主张，包括他要求提高关税啊等等的，你觉得他是在反对全球主义吗？实际上呢，我也不是太赞成使用这个全球主义啊，就是这种太大的词儿。实际上川普他也没提出什么主义，他提出的问题是比较具体的。他在经济上主要谈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就是要把工作带回美国，所以他反对中国操纵货币，然后取得不公平的出口优势，然后呢就扼杀了美国的制造业啊。他从这个方面呢，他认为贸易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。第二个就是他觉得 TPP 对美国不利，也会造成美国的工作机会流失，所以他主张退出 TPP。 所以他就是主张这么两件事儿。当然你说他是不是反对全球主义，那我觉得还不太适合用这么大的词儿。那么我其实也是认为呢，必要和有限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，它实际上对于维护西方文明啊，就是你从一个更大的战略角度来讲，它还是有积极意义的。因为全球化呢，它是让资本成为全世界唯一的通用语言，那大家都算钱。这个事情呢，就推动了西方政治伦理的很大的没落。有一个段子说啊，这中国人说的，说是我国本届人民不行，就说中国啊，本届人民不行，西方本届政客不行，这就是当今世界的现实。这个他基本上说的是符合事实的，就是现在西方的政客普遍有一种急功近利和阿谀取势的倾向。他嘴上还是说自由人权啊，但是你看他背后和这个独裁势力、独裁政权打得火热。这个它造成一个直接的后果，就是民众对政治的虚伪感和厌恶感大大增加了。那就是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吧，都是你说一套做一套，早嘴上说的好听，背地里也都跟那些独裁国家的一样的做法。这个本身是一种信用的流失，它是国家精神的流失，就是说人们不再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，他不愿意信任公权力，也不愿意为国家付出，乃至去嘲笑政治。这个实际上对一个国家的内伤是非常大的，这对这个国家的未来、对子孙后代是有一种摧毁性的作用。可是呢，现在的政客很少有人从这个层面注意到问题。